臭臭嘞，臭臭多，想了也要照顾伊。老百姓都过些好，以后他们生产都不过六十平啦，他们也办个厂门出口出去噻，古本厂都古哪哈，古本农都古哪里忙，古新兴哇，鸟语难嘞，鸟地方面多，古鸟路顶老街，回门坑三板楼。一路走到这儿呢，然后他们现在都不过六十平啦，他们还办个厂门做好车切噻，古本厂都古哪，都想平啦，都上到那里要古哪，都到那要古哪，都温州龙背后面啦，正好被路上到这儿，好到那里要古哪，然后到古哪个都不过六十平啦，那也都不过正想平啦，对上感觉到，然后到个都不过六十平啦。他个好火锅，录电话号码录这个，录那个录电话号码，然后他个都不的话，他个火锅录电话号码录这个，我要搞顿菜咯，弄白好心啦，我顿拿烧好巧啦，我顿弄要好热啦，我饭好熟啦，然后他个都不的话，他个好火锅电话号码录这个，好找没人啦，找没塞，我不打哈，我也打。找人查呗，我不带哈，我也带不。他他搞哈，就就搞，不能查搞，都得拿录像当啦。一直都能查着都搞，只报大个人搞丢，都弄知道个忙。然后大个都不的话，他搞好找路塞，我也带，弄背后糊啦，我不带好送啦。然后大个都恼的话，他搞好找路塞呗，好找人查，我不带哈，我也带不。交朋友时阵，想要炒个香，我都到我这录视频，都用炒过哪里哈？但是一直都查不到，都弄知道过哪里忙，怎么能丢包，怎么丢包？然后他们时阵还到播过录视频啦，他们还办过串门噻，想要炒个鱼啦，我不能查到过哪，过哪已经做了，叫到没到够一箱，想要炒个鱼啦啦。我那弄白红枣啦，也是么样，要他们说了，还都不过六十平了，到哪个角落啦？他们还办个一路嘛，办个厂门出口出去，所以个本厂到过哪哈，个本能到过哪里嘛？我们交朋友总当当。